Junior 出道10年，获得过众多的大赏，得到过不少的关爱。主持、拍戏、音乐剧 solo 齐上阵，爱好变装，擅长吐槽。这期节目 ，Mad 播带大家看看这群让你们又爱又恨的老少年们。Super Junior 出道10年，创立厂牌，获大陆姐姐支持，初心不变。今年11月 ，Super Junior 出道11周年，老少年们一共出过7张正规专辑。也获得了众多的大奖。为了不熟悉 SG 的同学，麦主播给大家念一念那些大奖。第21届首尔歌谣大赏，3届金唱片大赏、唱片大赏，2届 Mnet 亚洲音乐大奖、年度专辑大赏，5次金 Chat K-pop 大奖、季度专辑销售奖，2009年至2012年韩国年度专辑销量冠军歌手，连续121周蝉联 KKBOX 音乐排行榜1位歌手。우리사랑하는멤버들진심으로사랑한다는얘기를전해주고싶고요우리슈퍼주니어요감사합니다우리슈퍼주니어요우리슈퍼주니어요这么多的成就里面包含的都是中国粉丝满满的真心啊，不论发生什么事，老少年们的背后都有大陆姐姐的支持。받기를했지만골든디스크를안타깝게받지못했습니다그래서그모습을보시고팬들이중국에서본인들이팬들이돈을모아서1억원어치의금을만들어서우와뒤에듣고서저희골든디스크를받지못했다라는거를저희보다팬들이더슬퍼하셔서이게무게가 20kg 예요그래서이걸또저희한테주셨습니다그래서이게순금이거든요그래서저희가이걸좀갖고있기에는저희한테너무뜻깊긴하지만그래서또이걸또좋은일에쓸수없을까또생각을해서또중국쪽에좋은일이있다면또제기부를또알아보고싶은예정입니다아좋은마음입니다经纪公司 SM 也给坚守10年的 SJ 创立了第一个厂牌 Level SJ， 专门负责 SJ 自己的专辑制作兼培养新人。受伤手指强人，酒驾再隐退 ，SJ 车祸惨案，鬼门关走一遭。出道至今，老少年们几个人之间也有不少的打打闹闹，各种趣事都能装几大车呀。성민이랑저랑은영이랑셋이서계속아전거한명은아이번거아이번거전거아이번거계속놀렸어요하더니저를딱쳐봐요그런데성민을딱봐요은영을딱봐요은영이목을은영이목을即使有很多的争吵，老少年们还是和和睦睦一起走到现在。2009년9월폭행사건에연루된강인이후음주운전으로활동중단과긴자숙기간을갖게된거죠자숙의시간을보내던강인은2010년7월입대를결정强人打架酒驾之后现役入伍今年又出现酒驾事故虽然 SG 成员们对他有失望但该维护的地方还是很维护的팀에 K군이누가있을까싶어서생각을해봤더니김희철씨그리고예성씨의분명히김종훈이에요그리고김령욱씨어그러네요그리고아픈손가락이죠아픈손가락우리멤버안나왔습니다와불편하나불편하야멤버얘기하지마멤버얘기금지야 알았어 멤버얘기하지마진짜나승질나는걸보고싶으면멤버얘기하지마这十年老少年们也遭遇过几次大型事故在鬼门关走过几回김희철은어제새벽붙인상을당한슈퍼주니어멤버동해아버지의빈소가마련된전남신시신시在出席东海父亲葬礼回来的路上发生车祸腿部严重骨折为了维持清醒新社将舌头咬破以至于后来舌头还缝了很多针2007年圭贤利特银赫神童在结束工作返回宿舍的路上遭遇车祸전복되는사고가일어났습니다차가두바퀴돌면서전복이되면서뒤집어지면서야이제죽었구나라는생각이딱들으면서정신이었었거든요저같은경우에는150바늘이찢어지고좀머리로가린이유가여기한30여바늘이찢어졌었거든요눈을딱떴는데한쪽눈이안보이는거예요피때문에아차싶은거예요그러니까육안상으로는너무어두웠던밤이었기때문에제가얼굴쪽에서피를흘리고있으니까슈퍼주니어의멤버들이타고가던차가뒤집혀서6명이크게다쳤습니다이가운데19살조기영군은골반과가슴을크게다쳐중태입니다부모님이랑가족끼리놀러갔을때처음무대섰을때그짧은순간에그게다예예든생각이아이렇게죽는거구나생각이딱들었어요그때마침은혁씨께서달려오시더니제손을잡고
제가 막 울면서 살려달라고 기도를 하고 있으니까 함께 이렇게 기도를 해주시더라고요. 울면서 4일 동안 혼수 상태로 있다가 깨어났을 때 병원에 딱 있었어요. 现在 SJ 在服役中的成员有神童、圣米、银鹤、东海、始源，立旭和龟贤也即将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过来想，两年之后就能看到 SJ 的完整体了，你们是不是就不那么难过了呢？正义라서변할수가있지만예남자들과는우정은물질적이라서영원히변하지않는다우리물질적인멤버슈퍼주니어에게박수한번주시기바랍니다徐文卓尼尔出道十年创先例，主持、拍戏、音乐剧 solo 齐上阵。徐文卓尼尔十多人的大团，还有很多的小分队 ，SG KLY。SJT。SJM。SJH SJDNE除了组合活动，成员们的个人活动也很多，开创了韩国偶像组合成员个人活动的先河。队长利特、西澈、圭贤主打 MC 活动。알수가없습니다자리잡았어요지금차세대유재석이팀圭贤、盛敏、利旭出演音乐剧。圭贤、利旭一生发 solo 专辑，连电视剧、电影领域都有老少年们的身影。老少年们能在这么多领域活动，少不了的是什么？个人技嘛。멋있어멋있어멋있지멋있지这 ，Oh my God！ 你竟然是这样的炊事员啊！不过麦哲伯很喜欢。내가그렇게못생겼니？SJ 巡演变装秀无底线，大 boss 秀满书发声望节制。老少年们的异能感那么出色，麦哲伯一定要说说他们的扮装秀，那简直就是一场盛大的 cosplay 秀啊！최대한리얼함을제초록괴물누구예요도망꾼진의새로운역사를좁은누구예요이단한这些老顽童们十几年如一日坚持扮装，路人甲看了都会被感动的。Who's like pretending to be the woman is the best? Chang Min, she's so pretty, just pretty. I was like, ooh, you're so pretty, bro. 아이고 MC 님도알겠습니다그럼우리가저희가이분들의매력매력来吧徐文卓尼尔的 cosplay 一直都是演唱会的 highlight， 这也是妖精们坚持去巡演现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我就想看看你们又要变成啥样。没想到你们就是这样的 Super Junior， 哎，不过没关系，谁让妖精们就好这一口呢？粉丝们看得挺嗨的，但是公司高层不太高兴了。你们好歹也是偶像啊，该收敛的还是得收敛一些呀。근데이제두번에또콘서트가더나갔는데리오가안하면안되겠네요예저는만족했는데이제사장님은너노래해야되는데이수만씨가예능을아는데도말릴정도면은굉장히심하게한거前段时间，西澈举办了粉丝见面会，这次队长利特也要来上海与妖精们见面了。想知道队长会变成啥样？你们千万不能错过这次见面会，机会只有一次哦。안녕하세요이팀입니다麦哲伯送福利了。9月3日，徐文卓尼尔队长利特正在上海唱吧加空间举办2016利特 First Solo Family Hits Tour Starter 歌友会。这不仅是利特出道以来首次举办的个人粉丝见面会，也是本次巡演大陆地区的唯一一场歌友会。你心动了吗？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 Oh My Simi 的官方微信账号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门票哦。상의에서만나요扫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欢迎大家爆料，被选中爆料者有机会获得精美小礼品哦。Oh my 思密达，안녕。
本节目由腾讯视频和科艺传媒联合出品。